在清爽的夏季服装穿搭中，以露腰设计为主，展现出性感巴掌腰的同时，也会让人更加的清爽。尤其是最近无心的舞台穿搭，一件比一件精致，时而俏皮，时而成熟，超惊艳的。Look One 金色短款上衣加黑色短裤，金光闪闪的上衣设计以一种十分精致的短款服装为主，长袖的设计看上去会显得比较帅气时髦，再搭配上紧身裤的设计，会显得更加的适合于正式场合的穿搭，尤其是对于舞台的诠释会更完美。Look Two 紫色短款上衣加超短裤，比起金色上衣的设计，紫色的短款上衣会显得更加的偏向于个性化的穿搭。相遇紫的设计让原本精致个性的服装展现出更加偏向于小女生的俏皮风格。Look Three 黑色短款上衣加黑色裙裤，黑色上衣以一种荷叶边的袖子设计为主，搭配上小裙子之后，满满的都是时尚精致的风格。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